咱说一下虚点啊，简单说一下啊，在你打的时候照你预计那个高，然后你要留出这个空，就是虚点。想解除虚点，后手抬高或者皮筋配置减轻就 OK 了。666用把小当功夫啊，666打个远距离一点的红木棒，双击666。大家好，今天说一下玩弓这一个后手定位的问题啊。什么是后手定位？后手定位不仅仅是贴脸，还有一个拉锯啊，就是后边这只手到底放在哪儿。后手放好位置，然后前手再推，贴脸每次贴脸的位置保持一致啊，不要总换啊，总换定位稳定性会很差。长时间练习啊，定位在一个位置，每次都是一个位置，稳定性会提高很多的，就是散步会减小很多。感觉有用的兄弟们双击关注。简单说一下打的左右歪，注意看我这个皮兜放的位置啊，撑头两个定位以这个皮以及这个皮兜，它们三点是一条线，打出去保证在你的瞄点上，只要左右偏一点它都会歪的。双击关注，谢谢。